比较高，关系连接上的，而且这个人的辈分比我们还要高。哎，健在吗？活得很好，谭咏麟先生。你跟他有仇吗？他很多年没有来，我告诉你，谭咏麟是我儿时偶像。我以为他是你儿子，我的儿子偶像。你儿时的偶像，儿时偶像。这首歌哪一首？随便讲。我想这首歌你不会才好笑，半梦半醒之间，国语的，随便你唱国语、广东都有啊。有广东的这首歌，先是广东的，你会吗？这首歌也叫半梦半醒，来，里面有 trouble， 有 trouble， 有 trouble。好，那我唱，吹给你们听听。胡琴音不准，调一下。